你们真的觉得今天有比较热吗？玉涵说他今天觉得那什么天气比较好，因为那个温度比较高哎。好热，我觉得今天反而比较冷。男人必有，对啊，玉涵也是男人啊。我忘记什么人过世的墓碑，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往那个大分小路头的方向走了。路的中央还有叠石，这应该最近有人来过吧。然后我们下去的地方，这边跟这边都有叠石，应该就是别人下去的地方了吧。可是又要走这种心情看起来就不会开心的路，真的是不太高兴。这整片都是，这是松树还是什么树啊？松树吧，这里到处都是松树，应该是啊。大家看到蜥蜴了，耶、！我们快要到大分小路头了，才怪，还有 1.7 公里。然后我们下到西床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一个。疑似温泉的地方，我们就先来找找吧。虽然我觉得那应该不是温泉了，不过就 try it。过啦！快要行程中路了。哇塞！哎，好冰哦。耶、软的，软的中路石，其实这还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小乳石，小乳石，我本来以为，过人很快就可以过，没想到还要再走这种，也不算死亡边缘啊，就是这种路，无奈的路，不开心的路啊。为什么泡个温泉要这种多灾多难的感觉？好讨厌的感觉呀、好难受。什么住宅所？这没有住宅所。这以前不是哦，是哦，好吧，那不然自己是哪里？这边下来啊，所以我在猜自己搞不好是大分温泉聚落。他有讲一个食物啊，不对，烧腰啊，对，那我们就从这里下吧。你不少讲，我讲了三次了，食物遗址。哇，这个路，还算明显，真假？你不是那是玉涵说今天没那么冷。哦，我觉得今天还蛮冷的啊。看到蜥蜴，开心。我觉得他应该是直接绕过瀑布嘞。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绕过，等一下下去就知道了。然后一样是有硫磺味，所以等一下你们鼻子，我鼻子也不太好，就慢慢下吧。哦，你要叠石一下，对啊，方便后面的人。看到，我又闻到硫磺味了。对啊，感觉快到了。会不会是那个红色的那个铁的那个？
铁林这边的路头不大了，这边好像路头不大，要到另外一边。哦，我看到瀑布了。好像是。哎，看到了温泉花。哦，到了，到了。温温的而已。有啊，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啊，闻到这温泉的味道很棒。我看住下面那一池。对哦，哎，你看下面在冒烟了。哦。哇，到了到了，冷的。哇。就只有靠温泉这个地方。那要造很久哦，要造一段时间。这边就是大分小路头了，然后这边都可以看到有烟在慢慢往上升。然后呢，它这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温泉，来看一下吧。这边比较温，然后。其实地下这边也有温泉露头，这里就是红色的地方比较热，哦，这里就有点烫了，对吧？然后我们打算是去上面那边泡一下汤吧。然后这就是库库斯溪的不知道什么瀑布，还蛮大的。哇，如果要攻上去感觉也有一点难度。然后这边其实也都一直有在冒烟，就是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它冒的没有到很大，可是其实看得出来，我们肉眼看得出来，就是这附近其实都有水温，都微温的，因为这岩缝都有产生温泉水。哦，走吧，我们要去找第二个跟第一个路头了，希望好泡啊。然后这边沿路下来，其实落叶都很多，所以要小心，会滑。你们有什么心得吗？过河的心得？没有。奶茶，你有什么心得？啊？我也觉得心很冰。玉汉说不冷，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你们觉得过河还好吗？哈哈。我觉得不冷，很冰，冷死了。对，真的太阳很大，不然真的，哦，受不了。一丁，我们又有一个好消息了，我们又要过溪了。哎，我也不想过溪，好冷哦。天啊！到大腿，哎，这好像是温泉，哎，这温泉啊，温泉嘞，哇，好舒服哦，温的，耶，我们到第二个温泉，这是不知道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温泉啊，我不知道。可是我没有看到小郭他们有拍这张，哎，好像没有拍这张。
对啊，会动动红吗？好舒服哦。这应该也是第二号的温泉，这里是温的，这里温的。你摸摸这里水都是温的。对啊，温的。哦，这里有一点烫哎，哇！这个好像也是鹿头哎，来找找看。这也是微温，微温微温的。哎，这里很多鹿来过哎，啪啪啪啪啪，很多鹿的脚印。这应该也是温泉哎，这不会就是第一个温泉吧？会吧。会不会是第一个温泉啊？不会啊，我觉得很漂亮哎。温温的啦，温温的。希望这不是第一个温泉。Yeah， 我只希望这不是第一个温泉。再加上一点水。这我们要回去了，对吧？哎，玉浩，你们要往右边切吗？走完大部分全小路头了，结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小，有点难过。有啊，有泡到岩石，又泡到手，有点难过。哎，没有啊，走吧。大芬温泉其实目前听起来是一直在没落的，因为目前温泉水是越来越小，到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如果要泡的话，可能池子都要整理大段时间了。我们本来想说上面的鹿头可能会比较大，因为看之前的别人的记录好像也有人泡过，没想到上面的两个鹿头都还是很小，所以我们只能作罢了。然后如果想去大芬温泉小鹿头的话，可以参考邓哥在脸书 po 的小文，我们基本上下库库斯溪到温泉小鹿头的路程其实都是参考他的走法走到的。后来回程的时候发现水不大，所以其实也可以走水路回程。